1981年，就在风起云涌的年代，一个地处台湾东北角偏远的宜兰县，正在进行一场台湾史无前例的土地建设与规划。陈定南啊，是彻底改变了宜兰人的命运。他说：“我县长随时都可以不做，但是这个机会，我希望为这个土地做。”我说：“好，那我就答应。”2月9号，周二晚间10点，不羁。